社会伦理畸恋。我爱上了一只鸡，但它不愿意为我生蛋，我该不该把它炖了？在皮鞋都能做酸奶的今天，整天吃吃吃吃吃的吃货们，你们是不是早就百毒不侵啊？是谁要谋害本宫？婉梅，这是豆沙包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拿根金沙它能不黑吗？你不如拿个吸管啊，滋滋滋把豆沙全给我吸出来。你是不是傻？不愿意就滚出去啊，不要在这发神经啊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你是没事找抽型。女神有药，专治你的高冷病。在超市买米，深深觉得代言有风险，签约需谨慎呢。不过一旦接受这种演绎设定，还挺带感的呢。现在超市摆放是越来越乱了，胡萝卜不是应该在蔬菜区的吗？这画面太内涵了，我根本看不懂。出超市看到一家有上市潜力的拉面馆，老板，现在我吃一碗拉面就当投资，纳斯达克敲钟的时候务必带上我呀。老板，你这只是排斥让我蹲地的节奏吗？吃饭这么光明正大的事，怎么就被你搞得像地下情报站接头似的？实在不行，让朋友给我外带个披萨吧。好吧，看到他的人生已经随意成这样，我已经完全无言以对了。其实我只想好好的吃个饭，这要求很难吗？続いては King。宝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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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千防万防，见人难防啊。在这个充满恶意的蛋糕中，我已经感受到爸妈对我成为社会精英人士的期望了。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，面包里头到底应该加什么馅？话说料理界不是一个拼创业的产业好吗？中西合璧也不是你这么玩的呀。我跟高富帅呢，其实也就三个字的差别，路边摊和法国大餐呢，也就差了一个西兰花而已嘛。话说西兰花这辈子肯定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别人的装逼利器吧。现在的饮料真的是羞耻度爆表啊，请各位饥渴啊，不是，是口渴很久的单身女青年美女饮用禁止舔屏哦。妈妈问我饿到什么地步了，要去啃一盘蜂窝煤。妈呀，这是你闺女做的藕啊，这黑暗料理界的一把手巧姨，暂时就没有人能撼动嘞。其实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事在人为的啦。返しました。順のカット、はい、もう一度カーブで。有这种技能居然只用来喝水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前两天月全时，男朋友说特意拍了红月亮给我看，但是这月亮怎么那么像火腿肉啊，这星星怎么那么像头皮屑呀。到饭点了，陈阿姨开始了一天的劳作，为了更快地接到外卖电话，她将整个电话厅都承包了。老王，这顿我请哈。哎，我来我来，千万别跟我抢哈，是不是瞧不起我啊？买单时这种表面义气暗地里撕逼的画面真是百看不厌呐。在阿汪面前吃了一次鸡腿后，我才知道真的可以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容口水哦。你这磨人的小妖精，眼神说不要，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你明明在我眼前我却知不到，为什么要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去戏弄一个吃货？他还是个孩子好吗？太小瞧小朋友的人，你就等着被亮瞎眼吧。这几个的原产地绝对是泰国，没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大青鸟和新东方毕业的，那个我想用电脑控制挖掘机炒菜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挖掘机技术到底哪家强啊？四大名校你都占了俩了，拿下蓝翔后你就拥有比 QQ 会员更尊贵的身份啦。大神求大呀。哎呀，以后视频最后30秒之前的都可以忽略了，直接放最后30秒就可以了嘛。
我们是一个只在为大家创造惊喜的节目组。这期看完最后三十秒想给小编寄刀片的朋友，我友情提供地址哈。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，哦，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，哦，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，不用管别人的什么眼光，嘴里带着我四处去游荡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期女神大东，欢迎关注女神有药。如果你们取消订阅的话，下期女神还是我，下下期还是我，下下期还是我，自己看着办吧。各位轻度、重度蛇精病患者，速度关注蝴蝶听诊室，先做个检查，再聊聊人生嘛。